夏布丁今天在宾州议会午休时受媒体追问有关信函的真伪时表示毫不知情，他将在之后联系部门首席秘书和官员了解确实的情况再对外发言。阿姆扎西昨天已经同意公布社团注册局批准党内两大高职不竞选的信函，以平息各造的质疑声音。去年九月入禀法庭，起诉不同前最高理事纳入诺曼诽谤高庭。